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区别大？哦，哎，我发现你可能就是奥迪派过来的，这个叫什么？奥迪派过来的奸细啊，天天在我这边直播间里面说奥迪。奥迪跟这个大众这车都是在长春构线生产的，咱这个厂家是一样的，好不好？一个藤上结的两个瓜，清楚没？嗯，日照香如生紫烟，欢迎大家有缘来到直播间，哥哥们，大家早安，欢迎各位啊！有过错疑问打在我们公屏上面，参与一下互动。旺夫的脸是吧？说我圆啦，意思？讨厌，净讲大实话，哥哥们啊，别带这样子。你们主播低血糖啊，讲点甜言蜜语给我听一听。底盘都不一样，调教不一样的，对吧？喜欢啊，喜欢这种大圆脸是吧？顶配落地多少是吧？这个XX 老板的话，可以跟主播点个关注，我把价格带一件给你下发啊、哦，是吧？少来了，哼，一会儿损我，一会儿又夸我，哪能这样子啊？那个 NAX 老板的话呢，这个落地价格的话呢，我给你一件下发，因为在直播间里面的话，没有办法给你讲精准价格。因为首先我要了解你的购买条件，然后的话呢，价格单因为是偏低的啊，之前的话呢不能让别人听到啊。你一定喜欢吃糖啊？你怎么知道？我特喜欢吃甜食，哈哈，昨天干了五房榴莲，干了两房，我跟你讲啊，会吹感冒的。那我热怎么办？会长得很甜啊，哈哈，咱这个旺夫又正宅是不是？嗯。少来了，你认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啊！日照香如生紫烟，欢迎大家有缘来到直播间，哥哥们啊！咱这个抽烟喝酒消费，看直播间的话呢，经济又实惠。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取我们目前欧龙家的这个一汽大众底价单的话呢，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小风车啊，风车转一转，我们好运自然来，哥哥们、啊，好不好？想要了解价格单的话呢，可以在某市某讯跟主播留绿泡泡。主播的话呢，下播以后加你的这个微啊，加你的这个加微啊，加微沟通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的购买条件不同，您是否选分期啊，还是全款，有没有置换，是不是军哥哥，是不是这把教师，对不对啊？作为抖音粉丝来讲的话呢，留了财富密码的可以多额外享受2000块钱，这个是区别于我们自然进店路人甲的客户的价格啊，哥们，2000块钱给到各位的，所以的话呢，大家不用白留啊。关注我们可以走一走，我们才能感情到长久。有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大门公屏，我们参与一下互动。我们继续啊！哎呦喂，好热哎，怎么办？热死了！主播的话呢，每天早上的话呢是7点钟开播，哥哥们，如果说有购车疑问的话呢，可以打在主播公屏上面，我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啊。价格单的话呢，可以免费带走啊。咱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不是？对的，大众的变速箱是 DQ381的啊，对的。杰伦，你还是蛮懂的啊。那我问你，大众是什么变速箱？哎，不对，奥迪是什么变速箱？啊，杰伦，啊 ，DL 是吧？好，这个袜子开始又是拉丝了，鞋子可都可以掉走了。这样子是吧？还有呢？我跟你还没气晕啊？气晕的时候医院去啊？没有。就你这点话还能把我气晕啊？你我至于吗？哦，前脸不一样是吧？对呀，他们的这个零件通用度能够达到60%哎，对吧？都跟你说了一个藤上接的两个瓜，是不是？然后都说不是奥迪买不起，而是大众更具性价比，是吧？卖的这款车也有这豪华车的一个内核的，哥哥们啊，不是他有个卡的，我是不会玩啊。嗯，悬挂也不一样，嗯 ，logo 标也不一样，是吧？对对对，是的啊。好热啊，怎么办？本来就不会玩，你们天天让我玩啊，让我这种不专业的人干这种专业的事情，你不为难我吗？这不是为难我吗？真的是啊。哎呀，场外的朋友大家早安啦，点进来看车，哥哥嘛，玩继续啊，玩不动，玩不动，不玩了，玩不动。啊，我去吃吃卖奥迪去啊！奥迪人会收留我吗？会收留我吗？
哥哥，你觉得可以吗？玩嘛，不会，不玩我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那我去啊，去哪里啊？你介绍啊？不要啊，别这样子，哥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话讲的有点多啊。江西省，然后呢？上饶是不？江西省上饶是不？信州区不？Hello，Hello，常 hello, 位朋友可以点赞看车哥哥嘛？我们家的话呢是一汽大众官方授权、栏位认证的一个直播间啊。如果说近期有这个想要买车的，或者是说身边朋友在考驾照，或者是有换车打算的，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哥哥们啊，让更多的人看到主播。我的话呢，在咱们这个对吧，在直播，我想问你要主播小小号干嘛？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你关注主播这个号号就好了呀，主播这个号号三场直播，对不对啊？还有作品，难道还不够那个吗？还不够了解我吗？因为喜欢我呀，喜欢我关这个号号呀，好多人关注的，我小小号今天这个号取关掉啊，我小小号不怎么上的，哥哥们别到时候说我跟我聊天我不理你，待会又说啊，不怎么上那个号，你知道吗？偶尔会上一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大家早安！欢迎各位啊，日照香炉生紫烟，对不对？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哥哥们啊，我们左上角可以关注，走一走。主播的话呢，每天早上7点钟开播啊，有购车疑问的，想要获取价格单的，可以点击主播的右下角小卡片，或者点主播的头像啊，左上角的小黄心点头像点关注，可以找到某市某姓跟主播对接一下我们财富密码啊。主播的话呢，下播以后加那绿泡泡，哥哥们啊，可以去测测啊，测测的话呢，没有电风扇，等会手机发烫的啊。测测的话呢，一会儿第二场我们去迈腾 B8 那个去上去测测，好吧？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车子，哥哥们有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我们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啊。有购车疑问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我讲不动了，哟西，真的可以拉上去啊？简单方便，哈哈。哎妈！老师问我这么专业的问题，真的是考我，真的是啊，干嘛哟？拉链裙，你不都喜欢看拉链裙吗？天天给你穿拉链裙。场外的朋友点进来看车啊，姐姐不要啊，要的要的，来呀、啊！往事，别闹，哥哥们啊，别调皮，你们这些人，方便吗？不方便。你们真的很调皮啊，哥哥们啊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车子，哥哥们，我们左上角关注可以走一走啊。嗯，嗨嗨嗨，有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公屏上面，要早点来，哥哥们啊，主播7点钟开播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早点来看车啊，对不对？大家24小时把一点点时间分给主播啊，对吧？每天可以过来陪伴一下，对不对？有购车疑问可以打主播弹幕上面啊。哎呀，哎呦，不要叫老婆，烦死了都。去云南干过桥米线啊？哼，那估计没机会。云南那么远，我又没有钱买票。不，不去，不去。我就在大美上饶混一混就好了。那么远，哪有钱买车票啊？不去。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藏在直播间里面做个陪伴支持，哥哥们啊，好吧，陪伴支持，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哈哈，本来就是啊，云南那么远，买票得花好多钱呐。你喜欢我，谁喜欢你啊？少来，什么时候跟你表白过啊？在那瞎鸡巴，在那瞎说八说，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跟你们唠嗑啊，哥哥们。啊，你又喜欢我啊？少来了。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讲，主播的话呢，痴情一片，你们的话连哄带骗，哥哥们，我才不相信你们呢，扛走，哼 啊，横置发动机是吧？啊，中置发动机是吧？那设计不同的，那哪个好哎？你直接套路我啊，可以啊，啊，拿什么套？拿甜言蜜语套还是拿麻袋套？啊，是拿甜言蜜语套还是拿麻袋套？两个差不多啊，哦，嗯，就喜欢姐姐啊。
喜欢点点就常来主播直播间啊，哥哥们啊，底板悬挂一样是吧？啊，感谢我们这个火焰老板关注了主播啊，进入我们粉丝群，谢谢。打晕，拿票票是吧？真的假的？你这么有诚意吗？我才不相信呢。哎呀，哥哥果然送小星星了。哦哟，你怎么不早点送哥哥啊？下播了你快送，讨厌。谢谢老板送的小星星啊！做老板的话呢，这个升职又加薪，哥哥啊，啊、哦、是吧？好，我看你这么真诚，哥哥们啊，看你常不常来我直播间的陪伴，好不好？人家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要叫姐姐，干嘛？姐姐好开朗是吧？我的性格是很爱交朋友的，哥哥们啊，嗯。领证啊，你那个大头要领证。我真诚一片，你可别给我带骗，我跟你讲啊，现在叫老阿姨了是吧？阿姨也可以，也不错的，哥哥们啊，是吧？阿姨比这个老嫂子好听一点啊，比起他们叫我老嫂子，这个阿姨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的。在上海的话呢，叫阿姨还是那个过分啊，怎么叫这个呀？过分，能开得起玩笑，那必须的嘛，对不对？嗯，那这能过分了，真叫老嫂子，啊，不然砍走，跟你讲啊，麻袋给你装走，在那里。啊，你喜欢姐姐好，时间证明好不好，哥哥们，各位小哥哥们，时间证明啊，你看这种人在倒江湖在那里啊，又开始了，又开始在胡言乱语了啊，哼，你再气我，我跟你讲，我直接下播了，跟你讲，大家乖乖的好不好，别调皮，哥哥们啊，别调皮，好好的好不好，待在直播间里面，哥哥们啊，感谢大家关注，场外的朋友我们可以点击来看这有故事疑问答的主播公屏上面，再乱讲的话呢，主播大家去胸闷的，跟你讲，大家晕过去怎么办？讲点甜言蜜语给我听一听，哥哥嘛。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左上角关注我们走一走啊，关注主播不迷路才能开始缘分的第一步。我们今天的话呢，又差不多接近于尾声啦啊，我们往下走一走，好不好？如果说真的想获得底价单的，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四色小风车，或者点主播的头像点两次，第一个点关注，第二个找某私某信，把财富密码告诉我，主播下播以后加你的绿泡泡对接。百合花问揽巡是吧？揽巡哪个配置的？揽巡哪个配置？哥哥是巡游版还是巡礼版，还是我们这个纵享款都有啊？哥哥们，现在的话政策还是很 OK 的啊。这个调子也特别正，不怕脖子夹断。哥哥，你这个才华在我直播间展示出来有点屈才了啊！所以我们曼城的前点来讲的话呢，可以百合说可以私聊一下吗？可以啊，你找主播的某事某信，你会吗？点主播的头像，点两次会出现某事某信，把财富密码告诉我就可以了，好不好？不打扰不骚扰的主播的话，能够支持给大家提供一份免费的报价单，参考一下我们近期成交的一个落地价格，如果合适选好购车方案，是全款还是分期，对不对？然后到店再跟主播的话呢聊一下价格往下走。感谢大家关注，比心比心，哥哥们谢谢关注啊。那个百合的话呢，有跟主播点关注吗？哎，点了关注是吧？好，我回关你一下啊，哥哥。好，我现在找你啊，我先找你，你把这个财富密码发过来，来个这个啊，哥哥，来个这个，我给你发过去，来个这个就可以了，好不好？来个这个的话呢，主播下播以后，然后给你对接一下，对接一下我们的价格单，给你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有些价格的话，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只能点到为止，大家清楚没有？啊，有同行在，对不对？有厂家监测在。OK， 好，感谢大家来到主播间，比心比心，所以的话，我们感谢老板的信任。财富密码留给我啦，老板发财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板凳坐好，哥哥嘛，有什么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公屏上面，参与一下互动，对吧？来继续，千里姻缘一线牵啊！有缘来到直播间，哥哥们的话呢，大家早安，欢迎各位啊！我们家的话呢是一汽大众，每天主播的话都会在7点钟开播啊，7点钟开播，在干啥呀？OK， 再跟主播的话呢，再跟我们粉丝们聊某事某信，等一下。有没有想要跟主播对接一下我们详细落地价格的，可以跟主播的话呢某事某信留财富密码哦，不打扰不骚扰的主播加的绿泡泡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其他的我们都不干嘛的，好吗？不干嘛的啊，对。现在的话呢不会跟大家去这个叫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那个了啊，都是高效一点沟通，对吧？也希望大家能够买车的路上能够跟主播的话呢对一个详细的沟通啊，来。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个卖城前脸是吧，你还是要去找。哎呀，东尼在这胡言乱语什么东西啊，你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吗？啊，哥哥讲这些有的没的，直接给啊，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哥哥？
别乱打字啊，我也不想听你的八卦信息啊。什么去找女人不找女人的，该看内饰的。这个哥哥等一下啊，还没到七点半，我们外观上跟大家展示半个小时，内饰跟大家展示20分钟 ，O 不 OK？ 然后我们唠嗑唠个10分钟，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哥哥们啊，好吧，大家关注直接走一走啊，关注主播不迷路，我们才能开启缘分的第一步。我们继续啊，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动动我们2024年发财小手指，跟主播的站长冲一冲，哥哥们，别到时候小姐姐嫌弃你的手太慢了，哥哥们，好不好？站长冲一冲，我们点起来啊！继续啊，哥哥。那刚刚说了，我们卖成前点来讲的话呢，咱这个logo 标能够同时点亮，对不对？那同时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灯啊，它采用的是我们这个 IQ Blade 的这个矩阵式大灯。像我们顶配车型来讲的话呢，矩阵式的大灯还是很 OK 的。卖成有三连屏吗？哎，那个龙智能你好，有的。一会儿带你看我们这个内饰，准确来说是四连屏，咱还有一个 HUD 的一个小屏，哥哥们啊。有一个 HUD 的苔藓，加上我们这个三连屏，所以说总共说是四连屏。感谢大家关注，哥哥们。然后还有说什么呢？对调一下是吧？外观20分钟，内饰30分钟啊？内饰能讲30分钟啊？那你别这么久啊，哥哥，别这么久啊！我们先外观上展示一下。外观的话呢，从我们的车头、车侧，对不对？哎，来到我们的这个车位，跟大家展示，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是三连屏，是哪个配置的，哥哥？中配的啊，中配这款是我们 2.0T 的 2.0T 380豪华版本啊。30分钟还久，那不久吗？30分钟是很久的，哥哥啊。咱平板支撑的话呢，30秒都很难坚持，对吧？外观呢我们可以展得更久一点，因为内饰的话呢比较简单啊，快速跟大家过一过，好吧。来，我们场外的朋友点进来。这款车子的话呢，这个指导价格是20.99。如果说想要知道它这个精准落地价格的话，您跟主播点关注，找某师某姓，我把财富密码告诉我，我把价格单一键下发给你，加绿泡泡，加绿泡泡，哥哥们，绿泡泡知道吗？加绿泡泡加第9号，我们把价格一键下发，或者点击主播的右下角的卡片也可以的啊。咱这个关注走一走，我们感情才能到长久，哥哥们啊，我们该长长该久久，我们友谊天长地久。来呀来呀，因为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补贴给到各位的话呢，要看大家购买条件去啊，有没有置换的，是不是军哥哥，是不是从事教育者的这个教师补贴，对不对啊？还有我们这个欧龙集团以及我们抖音粉丝2000块钱，哥哥们啊，关注走一走，我们感情照谈久，是不是？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有什么购车疑问的话呢，随时可以找我啊。主播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后台等候大家留言的，大家有空的话，站长我们可以搓起来啊，搓搓站长，哥哥们，到时候姐姐嫌弃你的手太慢了，我们赶紧搓一搓啊，动一动我们这个2024年发财小指，哥哥们，我们继续啊，快速过完我们的车头，就去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内饰，跟大家看看车子，我们赶紧的啊，我们快点，哥哥们啊，不然的话等会又讲不完了，是不是？那外观来讲的话呢，咱们这个矩阵式大灯的话呢，也是能够在我们夜间行驶的过程中啊，能够随着我们这个来往车辆的这个灯光，它会自动远近光自动切换的啊，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夜间行驶的过程当中非常具有安全性，对不对？当我们车子越靠近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远光自动切换成近光啊，不会对我们这个什么，我们这个来往的车辆造成刺眼，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也是站住我们迈腾，对吧？这个尊贵的这个身份和这种细节部分和品味，对不对？那同时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轮毂也是标配19寸啊，轮毂也是标配19寸啊。三年风雨三年晴，谁新谁开？我们迈腾这个380，哥哥们，所以迈腾 B9 来讲的话呢，提供两个动力，三个配置在售， 1.5T 一个配置， 2.0T 两个配置。所以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车啊，大家都知道什么？买车我们要买带 T 的，对不对？烟要我们抽细的啊，所以的话呢，在豪华 B 级车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呢，总有台绕不开的车，哎，就是我们这个一汽大众迈腾车，哥哥们啊，迈腾，爱情事业自然有人疼啊，所以的话呢，迈腾这款车型的话呢，也是值得大家期待，值得大家去参考的，去入手的，或者是说去对吧，去做一个筛选的一款车型啊，因为这款车的话，不管是从外观的颜值品控，还是从内饰的细节，包括目前成交价格的一个诚意度来讲的话呢，都是值得大家去考虑这款车的。咱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对吧讲车啊。Hello， 粉丝们大家早，欢迎各位啊！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左上的关注我们可以走一走啊，关注走一走，我们感情才能到长久，是不是？有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哦，这个蚊子又开始咬我了呗！哎呦喂，好弄难弄难弄，哈哈。那主播身后这台迈腾 B9 来讲的话呢，目前这款车型已经来到了第9代产品，是不是？它提供 1.5T 跟 2.0T， 采用的是我们这个IQ Blade 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
1.5T 的话，它的这个大功率为118千瓦啊，250牛米。那 2.0T 的话是162千瓦，350牛米。所以的话呢，匹配我们这个大众七速双离合的一个变速箱，哥哥嘛，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款车型的动力是非常 OK 的，对不对？ 1.5T 配的是干式双离合， 2.0T 配的是湿式双离合啊。直播问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老板们有没有懂的，是干式双离合好还是湿式双离合好？有没有知道的可以跟主播分享一下，主播的话那就想跟大家学习一下啊。因为之前主播在卖车的时候，大家会说啊，还是湿式的这个变速箱会更好一点。那也有朋友会讲湿式的它的散热性会更好，那确实是这样子吗？有没有知道的可以跟主播分享一下，哥哥嘛，可以打在主播的公屏上面，我们对吧来了解一下，增长一下知识啊，哥哥嘛。场外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日照香如生紫烟，欢迎大家有缘来到主播间，各位老板们早安。我们家的话呢是一汽大众官方授权蓝威认证一个直播间啊。哎，感谢哥哥的赞赏，谢谢。穿起来吧，穿起来主播就高了啊，对不对？穿起来主播就高了是吧，省得站起来那么矮，哥哥们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可以参与一下互动，我们继续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卖的这款车型，人家都说它是一款聪明的款燃油车，那也就意味着它在这个内饰上的一些细节部分也是很 OK 的，包括我们的大灯，对不对？这款车型的话是首款燃油车跟我们这个大疆智驾系统合作，像有些新能源车型来讲的话，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方面来讲的话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哎，我们迈腾 B9 它也合作啦，哥哥们，大家可以看我们它整个这个探头，看到吗？这个后视镜这个位置的话有很多探头啊，是这个大疆智驾系统，所以的话这款车型呢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对吧，这个驾驶在路上来讲的话呢，咱们这个该有的科技感和配置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拉满的，哥哥们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车，有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我们继续，对，关注我们可以走一走，我们感情才能到长久啊，继续啊。哎呀，关注走起来啊，哥哥们，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我看到你在外面潜水了好不好，外面热，我们点进来坐一坐。人家都说什么这个抽烟喝酒伤肺啊，看主播间的话呢经济又实惠，哥哥们来我们继续啊。陈先生打的这是什么意思啊，陈先生是你的名字是这样还是什么，主播可以试驾吗？陈先生有驾照吗啊，看我伤神又伤心啊。啊，谢谢你为了我盛晚饭啊，你怎么取名跟我有关呢，跟我有关呢，过时啦。哦，好的喂，有的。啊，我怕我进入到内饰大家就走了怎么办啊，哥哥们，有的，有驾照的带你去看啊，是吧，谢谢你为我盛了晚饭。哎呦，哥哥我们很有那个，感谢我们展场生的小星星，祝老板的话呢这个什么升职又加薪啊，星星亮一亮，祝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老板送的小星星啊。看背部是吧，看我的背影是吧，内饰人更多是吧，不一定啊，哥哥们。好，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背影。哎呀，滑得很，哥哥们，别让我摔跤哦。好，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现在的话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动力好不好？讲完动力的话，我们就去车尾啊。动力很快了，所以的话呢，这款车型的话呢，加上我们前面是麦弗逊，后面是多连杆，所以能够更好的过滤到我们整个颠簸的路感，哥哥们啊。昨天又去相亲了，对不对？你都看到我了，在哪里看到我相亲的？昨天不是跟你相亲吗？啊，你不是被我 pass 掉了吗？啊，一天到晚在这乱说胡说八道啊，在这里一本正经的乱说，这样子会让人家误会的，哥哥们啊，好不好？别坏主播名声了，主播偏偏嫁不出去，你还再坏我名声，我还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咱婆家都找不到怎么办？打光棍了都。昨天在星巴克看见我跟一个老奶奶相亲啊，星巴克在哪我都不知道，哥哥啊，也哥哥你这名字，谢谢你为了我盛了晚饭，哥哥啊，谢谢。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叫陈晚饭啊？那我们还是有点缘分的。场外的朋友，我们可以点进来，哥哥嘛，有购车疑问打在我们公屏上。对的，我们可以聊聊天、唠唠嗑啊，继续。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跟主播点击一下，我们右下角有一个立即预约，可以预约到店试乘试驾啊。你就是谢老板啊，我谢谢你哦，我谢谢你啊。咱们迈腾 B9 来讲的话呢，外观上的颜色也是非常多的，有7个颜色供大家去选啊。咱们这个天选黑。啊，黑莓棕、凯撒金、银河灰、星黛蓝、极地白和魅影黑7个颜色外观。那内饰来讲的话呢，咱也是有这个什么，这个黑色、棕色和浅灰色，以及我们这个什么一些特别的颜色可以定制啊。好呀，给你马上看内饰了，别急嘛，哥哥，猴急猴急的，真的是。好，好嘞，好嘞，好嘞，那赶紧跟大家过一下我们这个内饰啊。
啊，你不买，你不买，你可以看的，看一看也不要钱，是不是？哎呦，看一看也不要钱。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里面，大家这个早上好，欢迎各位啊！关注主播不迷路，我们开启缘分的第一步，有购车有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好热的，这衣服都穿了，粘住了，怎么办？来来来来来，我们看内饰吧，看内饰，我们走走内饰，哥哥嘛，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我们直接走一走啊！关注主播不迷路，我们才能开启缘分的第一步，是不是？啊，有购车疑问打在公主播的公屏上面，我们继续看内饰了。来，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跟大家过一下我们的内饰啊，不要走开啊！陈宝放哪个号？你要关注一下，别，哥哥别，哎呀！大家等我一下，我现在把手机镜头切换一下，去一下我们这个是内饰啊、哦。哎呦，卡手哎，刚刚手给压到一下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大家早安，欢迎各位，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哥哥们，我们左上角关注，我们就走一走啊。啊，不给关注就举报直播间啊，你这个格局好小哦。你去举报好了，我直播间有什么值得你举报的？真的是啊，不要不要的啊。主播不跟格局小的男人玩啊，主播要跟这个格局大的男人玩。哎呀，看这人就讨厌啊！一天到晚在那里胡言乱语的。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这个叫什么？来到直播间，哥哥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啊！日照香炉生紫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哥哥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呢，是跟之前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哥哥们。看看车，哥哥，现在就看车啊！现在就看这个车内饰啊！现在就看这个车内饰，等一下我先稍做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哎呦，这个脚蚊子老是咬我，先抓一抓。嗯，左上角的关注我们直接走起来啊。那我们继续啊。那迈腾的话，大家可以看这个门饰板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菱纹格的这个门饰板。这个门饰板的话是这种双拼色的啊。看的都知道你上播的规律了，七点直播，一会儿吃早餐才播。余生啊，可以的，余生。对的，场外的朋友大家可以点进来，哥哥们，这个我们精彩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迈腾这个车的内饰啊。那勾背箱呢，等一下哥哥，我才刚刚坐进来，稍等片刻，我们一步步来好不好，别慌别急别跑，好吧，蹲好，来继续啊。那迈腾的话，门饰板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主要是它这个门饰板来讲的话，有这种菱纹格的设计啊，其实细看还是蛮好看的，你们能看到吗？它有这纹路，看到吗？看到没有？场外的朋友可以点击来，哥哥们啊，有购车疑问打在我们公屏弹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灯啊，这个大灯来讲的话呢，采用的是这种什么大灯，是采用这种的这个触控式的，看到没有，触控式的一个大灯啊，它平时的话你可以放在这个 out hold 的位置啊，像这种雨雾这个眼镜光灯大家都可以去自动调控在这边，那旁边的话呢，这个方向盘也是可以调整上下切换的啊，咱这款车子的话呢，也是一个电动座椅的一个调节。感谢大家关注来到直播间，大家这个早上好，欢迎各位啊，日照香炉生紫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座椅啊，这个座椅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手动的腿托啊，手动腿可以伸长可以缩下来，看大家这个大腿的长度啊，如果说腿长的话呢，我们可以支撑性会更好，然后旁边这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电动调节的，然后的话有个旋钮的控制，这个旋钮的话是控制我们这个腰托的，哥哥们啊，咱平时的话呢，这个开长途的话容易腰不舒服，我们可以把腰撑起来，可以支撑我们整个腿部空间啊。哎，你们要求倒蛮多的，站在你们点了没有，哥哥们啊？关注走了没有啊？一个这个一个那个的，那我怎么弄？我们双向奔赴啊，站站冲一冲，关注可以点一点啊。这个脚垫的话呢，只是我们放展车的脚垫啊，不是赠送给客户的。这个脚垫的话呢，是我们放展车上的脚垫啊，哥哥们好不好？来，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家蹲好别走啊。你走了，其实有精彩就不要让我再继续了，哥哥们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后备箱等一下，先讲完内饰再走后备箱，哥哥啊，我们按顺序来走啊，好不好？那首先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方向盘，大家可以看一下，方向盘的话呢，也是带这个三辐，是一个多功能液晶触控的一个方向盘，上面是一个平底的设计，看到没有啊？这边是一个平底的设计，然后的话呢，这边这个手握的位置啊，主播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这个方向盘的话呢，大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大小是不是有这种标准的啊？主播的话呢，感觉每一个方向盘的话呢，这个握感都是一样的啊，大小正好。然后的话呢，手长握的位置它是有这种打孔防滑啊。然后右手边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娱乐操作系统啊，包括我们这个什么这个
音频的切换和这个声音的调节可以在我们这个右手边去操控的，包括我们这个大众的这个语音识别系统也是可以在这里可以实现我们支持20秒连续对话，还能够支持我们这个什么这个一些这个方言哥哥嘛。所以的话呢，大众这款迈腾 B9 是一款这个聪明的燃油车，所以也体现在这里啊哥哥们啊。那再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个左手边哥哥们，左手边的话，这边是我们这个驾驶辅助系统。这款车型的话呢，匹配的是我们这个什么这个车道保持，包括我们 ACC 自行巡航，咱都有的，能够支持我们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实现跟车啊，能够把我们跟前方车子的话设定好距离以后，哎，它可以自动跟着前方的这个车速啊，自动加速和减速，自动调控，好不好？这点来讲的话呢，也是能够给到我们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心，对不对？啊，有这样一个配置的驾驶来讲的话呢，更加的简单一些了，对吧？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三连屏，哥哥嘛。这边的话呢，是我们10.25英寸这个中控屏，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这个车机系统，哥哥嘛。这个车机系统来讲的话呢，是15寸2K 的这个屏幕，哥哥嘛，看到没有？这个屏幕是非常大哦。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坐上迈腾解忧车，哥哥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中间这个屏幕，这个屏幕是15英寸2K 的高清中控大屏车机系统，搭载是我们8155的一个这个高通8155的芯片，所以的话呢，这个操控起来非常的丝滑，非常的流畅，哥哥们，而且里面的图标这种大图标的一个设计，所以的话呢，我们手机可以跟它去干嘛呢？可以去跟它实现，哎，实现投屏，把我们这是什么百度开 Life 啊，这个手机 CarPlay 啊，可以对接，跟它对接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屏幕上去操控，哎，特别是我们这种是吧？之前的话有这个叫什么这种线上会议的投屏看这个会更加的清晰啊，比看这个手机的话呢更加的安全，对不对？那继续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旁边有个11.6寸那个娱乐屏来讲的话呢，它是能够支持视频和音乐的播放的啊，而且它是有这个反馈的模式啊。TT 老板，你真的是事情好多哎，等一下看后备箱，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讲完我们前排，后排再去后备箱。哥哥再给你强调一遍，清楚没？这个都没讲完就去看后备箱，那不是很乱吗？对不对？讲完我们前面，后再去讲后面，好不好？从外到内，从左到右，从前到后，我们按顺序来啊，别跳跃，好不好？别跳跃，哥哥们。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车，有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啊。所以我们迈腾这款车型来讲的话，整个中控还是很 OK 的。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跟主播冲冲站长，我们双向奔赴啊。现在是567，我看现在能冲多少，哥哥们。来，我们继续。哥哥们的话呢，这个有条件的我们捧个条件，好不好？没有条件我们捧个冷场，有钱捧个前场，没钱捧个冷场。我们继续啊。那这边的中控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是什么？没有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换挡了，是不是？哎，我们迈腾 B9 的话呢，采用是这种怀挡的一个设计，哥哥们。怀挡的话，它比这个莎莎星辉还是不一样的，它那个是上下波动的啊，容易怕这个会出现误操作。哎，我们这个话是旋转式的，看到没有？哎，需要转动一下，它才能够切换到档位，然后中间的话再按一下，才是我们的一个 P 档停车档，哥哥们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击来看车，有什么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哎呦喂，来我们继续啊。Hello Hello， 场外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各位啊。日照香如生紫烟，欢迎大家有缘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大家这个早上好，欢迎各位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中间这个扶手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因为采用了这个怀挡的设计，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预留出足够的一个乘坐这个预留出这个储存空间，看到没有？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推开啊，推开的话呢，里面是有个什么无线这个充电，看到吗？无线的充电的话，还能够有这种快充，而且是有这种留温格给手机上热，看到没有？还有两个这个 Type C 的一个接口，看到没有啊？两个 Type C 的接口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键启动啊，这个是我们的电子手刹。剩下的我们就在车机系统去操作，清楚没有？剩下就在这里面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击来看车，然后旁边的话呢，这边可以打开，是我们这个两个杯架，平时咱不需要的话呢，可以把它关上啊。阻尼感还是比较强的，知道吗？阻尼感还是比较强的，哥哥们。如果把它按下去的话，咱储存空间还是很充裕的，对不对？哎，是吧？然后的话呢，平时我们也可以把它关上，对不对？依然可以放手机啊。手机的话呢，还是可以放在这里来讲的，对吧？还是很 OK 的，哥哥们。场外的朋友可以点击来看，这有什么购车疑问的话呢，打在主播公屏上面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啊。关注走一走，我们感情才能到长久，是不是？咱们的话呢，友谊天长地久啊。左上角关注走一走啊。我们继续啊。那中间的话呢，讲到这个扶手上，讲到这个扶手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扶手也是做加长的一个设计啊，很长啊。平时我们开车的话呢，手放上面很舒服。然后的话，它也是种对开式的，打开的话我们可以对开，看到吗？跟1300是一样的。
，所以储存空间。哎呀，你们怎么都这么急的呀？等一下啦，内饰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感谢大家关注，谢谢比心比心，谢谢哥哥妈。座椅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舒适度还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座椅来讲的话呢，不会很偏软，也不会很偏硬。必然的话呢，我们要它这种支撑性，对不对？是不是？来，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赞看，这有什么购车疑问打在主播弹幕上面，关注我们可以走一走啊。好，我们现在去我们的后排啊，后排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后排的这个翘二郎腿这个空间大不大，是不是？来，我们继续啊，我把这个座椅的话往前调整一下。嗯，日照香如生子夜，欢迎大家有缘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主播的话是每天早上7点钟开播啊。如果说大家什么购车疑问的话，可以点在直播间里面跟主播互动一下啊，可以领取一份我们这个获取一份这个报价单啊，免费带走，不用感谢。来，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后排，给大家看一下车啊。这手机有点烫了，我们快速过一下后排啊，好不好？快速过一下后排。场外的朋友，大家可以点鸡蛋哥哥嘛，有什么购车疑问的话，可以打到主播公屏上面啊。哎呀，现在主播的话呢，来到的是我们迈腾这个内饰的后排空间，给大家看一下主播坐的这个情况，看到吗？整个空间来讲的话呢，还是非常宽敞的啊，腿部空间的话呢，还是很多的啊，特别是这个我们跟前排的空间的话，有这么一个轴的一个空间，还是很长的，哥哥们啊，还是很长。那这边的话呢，也预留出我们这个迈腾的这个什么？这个衣帽挂钩啊，这款车型来讲的话呢，也是能够保留出我们这个商务属性的啊。虽然说它颜值很时尚，很时尚，很动感，但是呢，商务属性依然在啊。包括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老板键看到没有？老板键还是有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像我们平时的话，有小姐姐上车，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座椅的位置跟大家调整好，这样子的话呢，什么女朋友上车才不会碰到脚，是不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早安，欢迎各位啊。这款车的话呢，也运用的是我们这个液晶触控的一个方向盘，哎，不，这个三区独立控制恒温空调，大家可以看一下液晶触控啊。后排的话呢，也是有两个这个手机充电线的接口，看到没有？中间的话呢，这个隆起部分，之前有朋友推啊吐槽说，迈腾 B8 那个隆起部分偏高，哎，那现在我们这个迈腾中间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哎，现在已经调试过了啊，哥哥们，现在的话呢已经是多少了？已经是从195已经调整到103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已经干嘛呢？已经对吧？相当于还是比较平整的，可以等于说坐在我们后排的话呢，中间这个乘客的脚放上面还是比较舒服的，哥哥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中间放置上面还是可以的啊，不高了，给我们看一下嘛，不高了，就这么一点点啊，就这么一点点。所以的话呢，咱这款车型是吧，非常符合大家的一个审美和购车需求啊。这个脚垫只是展车放一放的，这个脚垫不会送给你们的，好不好？不会送给你们的啊。在我们家订车的话，我们送定制包围的脚垫，就是 B8 的那款脚垫。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车窗贴膜和我们这个行车记录仪都是会赠送给各位的。行车记录仪是这种，对吧？是这种。隐藏式这个行车记录仪，而且的话呢是32G 的，哥哥们啊，包括我们品牌的这个车窗贴膜都是会给到各位的。所以的话呢，大集团店买车靠谱，哥哥们，我们精品的话都是集采的啊，集团采购的那种，所以的话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我们师傅的工艺当然都是经过培训的，哥哥们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各位老板们早安。那中间这个迈腾 B9 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能通后备箱了啊，只能跟大家提供两个杯架和放手机的一个支架，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说什么？试一下后排箱空间啊？不行的，这试的话，这个大炸长腿这展示不 OK 的啊，肯定好放啊，腿放这边肯定好放啊，之前不是放过吗？不能老时间放啊，哥哥们，来。这个后排的这个人体工学座椅还是很舒服的啊，然后就是安全带牢牢贴附我们的背部啊。你管我腿长不长？你管我腿长不长？腿长不长我说了算啊。恭喜你直播呢，啥意思啊，哥哥？我这手是真的肥啊，我这手肥吗？哎呀，别这么会玩，主播跟不上，哥哥们好不好？主播跟不上，主播的话就是一个正经讲迈腾车子的一个销售，哥哥们，是吧？点进来看车，哥哥们有没有购车疑问呢？有购车疑问打主播弹幕上面，左上角的关注我们就走起来啊！关注走一走，我们感情才能到长久，也希望和我们各位老板们去交个朋友，好不好？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粉丝群的可以进一进啊，有灯牌的可以跟主播去亮一亮，花个1毛钱跟主播上上人气啊！谢谢哥哥们的支持跟陪伴，好吧？Hello， 场外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哈哈哈。
你还怪我啊？啊，谁说的？这个看看个人，哥哥好不好？这个看个人，看个人，这个别问我，好吧？我不懂啊，不要问我这个专业的问题，不要问我，我回答不了给你，好不好？你品，你细品就可以了，哥哥们。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是的啊，早上就开始到现在这样子了。来，场外的朋友点进来看车，哥哥们，咱主播的话呢，现在跟大家展示的是我们迈腾 B8 的这个 1.4T 的280这款车啊，这款车就是我们传说中的13.98的，大家可以看到主播的一个标题啊，13.98可以提走我们家的迈腾带回家，哥哥们，所以的话呢，咱这个枯藤老树昏鸦，咱们的话呢，小桥流水人家，对不对？咱们有缘分的，我们可以开台迈腾回家，哥哥们啊，场外的朋友点进来，有购车疑问，我们可以打到弹幕上面，我们继续分享这款车。那首先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迈腾这款车的一个外观来讲的话呢，哎，还是采用什么大众家族式的一个设计语言啊？什么东西啊？你恶心吗你？真的是别啊，别打！别讲话，我跟你讲，给你把你爆出一个说，这样来，在这里爆出，快点别吵，别说啊，你进去请好吗？我有点看这个，有事用他来出吗？来对吧？去哪里？哥去哪里？直接打他。那来哥哥，我们来唠高点，我们谈多少？一场面变得好搞，才开把有事我们可以主上好吧？不然会让你一天250左右直播，就是我带有小小的这个我们可以的，不你们不能混和其他的话，你们这个困难哥啊。被刷屏去看没有？被不打，被找你啊！刷屏，点刷屏，基于然后呢，后台可以了。这组看来不送信，这后台可以看这个图码和我们找的对这个图啊。这个成的那位上期啊，送大家车上海嘛，在餐厅还没的，那都是什么意思的？我要给你这个，我赶紧打，把直接跟啊，给我说的知道吗？信用来来，这个前一天有来直接毛点板做啊，点做不起来。看这期在开始，现在他是个小卖的 B8 车，外面发市场，你过来，这种非常的多哇。那你愿意啊？你愿意多加？愿意我给你多少钱？然后我点看这个嘛，对啊，点预对啊，这对啊，哎，设的对啊，那么点预，但我看全部上上，有少觉得想不到那多，是不是真的，对吧？啊，不是先这个采访，对不对啊？主播，你这么跟分享学习啊？来，再不给你看这个，有这一百多帅，大胆说那个这什么可以玩去，感觉可以，车还开涨了，车还开不是你好了？好，那我们这套车位去耍梦，赶紧接，那你接板住啊，有车你可以在上面，如果纯粹简单的，然后就下单啊，如果大家在我这部按钮点上，我们看见里面有报和不清晰的在车上这边啊，可以。进来可以从这个案例中去补啊，这还早去，他可以因为这样的去比嘛哈，后面再输啊。好了，可以吧？可以吗？你是谁？你是谁？哎，我们还是你是哥吗？那首先，那万一变到这款车还什么的，还有什么个个大众家族是一个自己啊，可以咱们放的话，依然有这么个家族剧啊，非常有这个家族。然后呢，一个我们这款大车是什么个大众家族的自己？大家看，后面为啥这个 logo 中是加上中华女士电费啊，女士电费那也充满上进嘛。这样面对这个外来，所以稳重不大气的。但是购买的人呢，有这个吧，这个一个的那也的门啊，这种破案的导致。那为啥不过来呢？也是我们的很不雷这个前面运转，我们的车车主他这头就因为某人出来的话，我们车开始吧，确实保证就赶紧找我啊。现在有个 QC 打包我们这个啊的电力啊，但是陈大哥啊，现在都在卖什么样的？少女的说啥？你开 KTM 40能换车，可以换的。换的那一手这个双重补贴嘛，也是人家那一手这个欧陆集团店啊，双重的补贴啊，双重补贴过强，或者再减啊。我再去进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小费而已啊。现在不可以坚持吗？有时候呢，上面去盯他人呢，也可以改。系统小心，老板呢有心线，一米嘛，还评上别人啊？不是二档，没事，他打没事啊。是的嘛，不是这种的话，不要拿，最能出的啊。现在什么都有，快乐的现场，看一下啊。先说给看，然后我们开始，别用别的嘛。才会在这个有冷点啊，去这家呢去做那个一个夏天对啥？话都不是很多的嘛，话都是很多，这个不一两个哈，话不是老是加班，超加班。好，我们继续嘛。没有这条路车，或者没有上来跟我对什么产品啊，或者把我之前的不想去啊，我个人那还是更好，就是说的自我感要更好，别了我，好哥。一时面谁也知道这么大，但是看啊，队友队友们，队友哥哥多称赞哈，看到什么他知道。三种歌嘛，我再抽下，我们看过先好不好？三种抽看的话，会问你不要最长了，第二页啥？然后就其他的下车看啊，不是他的粉丝吗？没有你怎么粉丝吗？上天怎么可以在里面做嘛？就问这啊，先讲正常，给提问的那个都可以啊。两是老粉丝嘛，我要先啊，都可以我去看准备视频哈，让各位看我们更多看这个车啊。来哥哥嘛，好久不见，正式讲啊，就是来就好了，你都不知道那毛没看视频是吧？也是，嗯，那有地方在内存到处的，又是咱们去走啊，先那个对吧？没有我在聊天的，你在看这来，把就上一张看。啊，等下我去看白场，过来看慢腾白车的话，多少好吗？我们上场好吗？熊啊，客户这边看一个，看看看慢腾看是什么？
对的，广告可以有啊，谢谢我们的新手，谢谢。年这么小，就把那同学别个看是吧？你看那啥呢？可以，我们这个应该看一下，看不懂好不好？再看这个月，看一下我的手臂，我就按你俩配的，主要放哪个位置？因为今天只有我们那个草的啥位置？三零的，三零我们这个是三零的，三零三是啥？三零这边我看个模板都是啥？有没有可能看到？刚好手里头，刚好在手上不了，刚好反正不知道。看那不知道穿球款，只看那分手三宝。看那么你裤衩这里走的没有发了？我指点事情啊，没有他们的高富帮，没有，你可以是不是留财务嘛？就在这里报单。哦，这边我们起源在谈，看帮你运营。财务可以这样找，那你在这个运，是的，好口了，去吧，你。来，你还有质量？可以，没卖的了，来。你跑，你跑吗？你跑，你那个留个怎么跑？因为我们走。现在直播间跟大家陪伴，跟我们讲，我纯粹主播聊一聊。大连，大那个好，那个财，大那个是福德嘛，这些个，这个那个吧，财富千万不海量是个啊，好变个嘛，还是想你小分子啥这个，我也可以坚持啊，好有酒那可以啊，大爽，好几件事那个，那这个好五斤顶了啊，你告诉我，真的让人省心，只是件很气的事情，让你队友起烦，我就会在啊，就没事来说，好，你感到好，一楼花色管，再过去我们车的外弯，怎么再过上去我们车内跟飞小分子，八楼弯三零花园插花，哎呀，地门嘛，麻刀子地两个。第三组为这个微博的做起啊，组织搞账号了。哎，那是说话应该讲我们这个第一个技术上，像我们这个大组赶上前，那当然是我们的艾丽娜都进了嘛。所以呢，爱的话是大家可以转发组装的，跟那关注组装各种走啊，不是可以在路上嘛？谁留？我看什么？有一个生产，哎呀，买个那个真的一级很高。所以话我卖都纯玩啥啥厉害的，还没有个有没有主办了，我们台上的下个是好吧？欢迎我送你的冷气票啊，亲，我看一下这种哪个啊？他看什么一个基本款，现在有个是大家准备看什么？最大很多，哎，但也出上是的。红啊，我用的啦，哎呦，行，我跟你讲，先红我进去啊，先现金是排这个嘛，排进排进啊，继续。那的话，这外说话咱要发配对在，我们打说话在一些人事过程，我们是文字，转他的角度，我可以去把个像否则的话，能解我们一些认识嘛，是什么？去，我们进行是全。哎呦，完了嘛，又来了，这个还有怎么怎么干啊？排你做老板了，我又排不进去，我把你放心好，放起来，真是啊，那不可以，你咋的吧？妈不要的，都好别得，还有这有啥？记得吗？这是啥？啥？哎呀，这个找到了，太好啊！那全还是你有赚的，能不能我们全部给他们？那是咱们的这个会员赚款，咱可卖场我们就特别的自豪嘛。这里来说，你知道啊，在别人买鸡，我们买有鸡有钱啊，主要刷主点，报纸我刷好，主这个底料可以去小海订个预约，不打包了啊。主要主看海上一个图嘛，说定下可以，我收两分钟给你送嘛。所以话，咱这个放牛不打包放牛嘛，我有点来。如果说那主方面卖的成功，那什么情况？话那我们这样好，大家伙去我们这个地方啊，人上那种有足够的装饰穿的，你晚上你总有这样子装的，前面是不是的？所以呢，来头来的话，按起先打，那就为什么是吧？因为怎么的，我有做咱们的主导，那社会市场化，那个不管资产是本开，有本安全的，是不是？或者是让人民顾客，晓得吧？这个做个保证不咋的，这个叫变动不走啦，这是我们正常的嘛，不是啦，这要走开。这个那说具体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卖下来是比卖这个市场化的，是买六卷米辣椒，还是短期的？他的话是吧？你也懂啊，这种啊，有你懂，他有啥？自卑是自卑啊，能抓手力气大，但换的新人手，有些人手头单头一个，单头好，按这种不算咱干的。卖的话这样子的，市场品六六啊，有点八幺，这种来讲话，不论涨还是要还涨来讲话，是轻松。还有一种这种来讲话，咱们要转非常灵敏嘛。这辆车啊，纯个自己的，谁来喂？好个要钱。那投资的话，咱们有主或者车内人做估计还是要先去。因为不过呢，我们车的外观，就来我们当地先拿两下个。大腿 OK， 装自己垫住的哦，是不是穿在脚上拿一下？主播给一把大腿，好吧？感谢大家辛苦了嘛。如果有空的话，有时间的我们可以坐在主播的动动来说动。感谢主播直播间，欢迎各位。因为我们的话是一大晚，欢迎走一起走光圈，为了你边也是我们欧晴林跟中华线上车主场，这场优浪水在下头，未来的购物两块五天做也在相当可以吧？都八点弄的，哎，我加好。咱俩来买，好吧？确实是我们在变矮又从这个啊，我们今天回家不就拿平安来治？这票来团的不咋挂的，要对比后才大家才会吧？不会那个啥子，不会哥啊，哦啊，送哥，大宝哥是吗？他穿的他穿的是这个，我要钱的话你送哥嘛？好，我点来，我正在我们那上，好是吧？问这个你开始有啥没来过嘛？好，我点来看这个嘛，咱们点来都好，有车跟着聊，那可以，但是不懂还有客人说，然后有车有啊，可以给我们注意我们这个老师或者有买飞马的可以啊，我们没来，什么都为了不找我手下，我聊这种片宣传啊。那我们这个动作来的话，还有三点嘛。所以说，我记得是卖车，但是我们车也是有的嘛。记得我们卖车本来做卖很低烧，三个月很来劲啊，像这什么这个 BIT 啊，所以我们就感觉在这车下的。所以说，如果感兴趣，有车购车的，可以主要就花个问题拿出简单健康洗啊。好，那都是这边讲的一个错，外部上一刀，外部在外头错光啊。就一种这个车上蓝灯上了，这个频率高，这个车上也上有了个嘛。看看什么，因为每个都跟我们这么一个声，它算什么妖艳妖味？所以它的蓝卖都红色，非常做的这个条件上的呢，引导这个卖的话能让都没有市场卖嘛。卖这个车上讲，幺十八九十分九十十几了吧？高配货呢？十几了，我看。哦，现在是高配18轮啊，用的18轮，而且个路上高配轮来讲的话，是在路上接的，安公关注了解有整车的车的情况，所以必须为那路上那个这款车型呢，这个对吗？我们那个后排的个中门层或者弯角的设计，刷小的是纯粹的，这次可以的模块的话都是要宽啊宽敞，而且这个线是卖路上现场的，这是干嘛？干嘛？他们那种就是穿了汗就出来要变货对吧？是不是用那个我们聊，那我们参考。
那这段你带去看啥？我跟你讲，我讲啊，照张老师有来到我的结构，常会进来看车啊。卖这个钱的话，卖个是八副灯啊，进门个最后进来有一个面的那个手，这段呢要看个线在哪？但是准备两分远远东西卡车，先卡车干，那我们去什么的车好不好？去车那边那边不是好不好？哎呀，欢迎你进来吗？为什么可以？你就可以在网啊，那是我们卖退票，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可以卖退票。嗯，是的，店里是要过去上面，没带所有的，被没下来。在那里吗？上个啊，好不好？嗨嗨喽，哥们，大家好，哥啊，这回接单啊，够用的。刚刚是卖车的车，然后说一个看线图是不是？我们看的话，像咱们头呢，说又是个嘛，所以卖之后来讲话是一个大横的一个结果啊。卖美当这个吧，没看，都没看美啊。大家看我们都不拿出来的啊。刚刚帮我看我这个背吧，就那个。哎呀，不是。三月份年底，谁谁要办这个三零？虽然逃避是市里面讲的，所以他不该拆，是我们现在。很多大，我们现在能卖的很多大。现在的话，最大的款比较车型，车型上第三第八款的量，百分之十分之一，有多少个根据？跟我的同事讲，那同事在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方的变相，技术方的一个不帅，动产的少，确实可以啊。虽然少哥还能给我提出个赞扬，所以那个大马给门一百二十五，还有就是二牛，这种不管是将近一定五十次，一定五栋用的重啊，不就是咱们不行啊，外面点击看啊，再关注起来，走我们前的场啊，你用这个发起来，哈哈，不好意思，别说起来了，嗯，说的话都起怎么？大家欢迎大家点赞，新的资源的话，我们可以把三的关注我们走起来，关注我们前的场有事啊，别动手走啊，过去那个大爆的话可以进行啊，我把迅速啊，我开始我这把走不对，这把咱们拿过出来走吧，越洗洗，啊，是舒服的，上太阳了，这把人来了，不好意思来，那我越洗越看不清啊，或许我也把人给你看，滋。来，哥哥有开车什么都可以的，很好。明天就是您觉得，您想一下，我们进吗？好了，点赞哥们啊！我们今天选两个，我们见了，是啊。这个车的话也是我们海源分手的嘛，所以我们只站到不出主播啊，别乱点看看。听抖音打卡的，我也能上。啊，确实。喂。啊，你来了，放在门卫室嘛，好不好？放门卫室去，哎，放前台他们要讲的，你放门卫室，来去拿啊，谢谢。OK， 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车子，我先来了这车的内饰，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车的内饰格嘛。哎呦，买了什么啊？买了快递啊，哥哥啊，是的，还是四馒头，买了快递啊，买的是，补充一下能量。小刀，哎，场外的朋友可以点这个吗？没办法呀。每天买点吃红地上班啊，每天买点吃红地上班啊。Hello， 笑什么？那感情到位就送你啊，感情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到位啊。大家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座椅还要往下调整一下，我不调，因为这款就是一个二八零款车啊，不行啊，这个坐下来的话，这个裙子太长了。从外婆店里在看车的嘛，跟他讲一下我们卖这款车的那个中控好不好？不行的，开个中控的话都没人，根本不看车。大家可以看这个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迈腾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内饰，跟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灯，好不好？我们从左往右给它开着。这个车来讲的话比较简约啊，它这个是单色系的啊，没有水喝啊，哥哥怎么办呢？没有水喝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控，看到没有？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大灯调制位置啊。大灯的话呢，我啤酒啊，醉了，那直接喝醉了。勇哥，大家喝醉了来给我们送啤酒啊，谢谢哥哥，灯好要常来啊，哥哥，谢谢大家支持，比心比心啊，谢谢老板。那我开始给你展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这个叫什么？这个的大灯看没有？大灯它有两个模式，平时的话我们可以放在这个凹后的位置啊，就是这种模式。这样子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我们外界的光亮程度啊，能够实现这个灯光自动开启和自动关闭，是比较省心的啊。如果说大家想这种参与感多一点，可以自己手动开，自己手动关，那我们可以开启我们这个桂林的模式就可以了，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啊手动开启我们前后的雾灯和我们这远近光都可以自己调节。这样的话呢，就有参与感更嘛。所以大家记得开灯的同时，完了以后记得关灯啊，好不好？然后可以点赞看车子。那下方的话，大家可以看这边有一个折扶手，看到没有？哎，不是，小空间看嘛。这个地方的话，那就是什么东西啊？哥哥，你千万别把这个东西拉这里面啊，那就尴尬了。这边是放加油卡的，对不对？哎，可以放这个，对吧？藏起来的小票票可以放这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放点这个生物品可以放这里啊？对不对？这个香水啊，对吧？老板们的这个香烟啊，对不对？可以放在这里面，哥哥吗？啊，外面可以点在看车啊，然后再看这个方向盘。方向盘这里的话是可以电动调节的，可以手动调节啊，可以伸缩啊，可以伸缩。这可以伸缩，然后前后可以挪动啊。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脚垫，看到没有？这个脚垫是我们集团采购的啊。这个脚垫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支持我们这个啥免费赠送啊，就在我家买车就送这个脚垫。另外的话，这个脚垫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左这个小鞋跟台的很多个洞啊，就是不破，所以说它质量是很 OK 的。那同时的话，咱们这里是没有味道啊，这款脚垫没有味道。它有朋友还是淘宝啊，淘宝买的啊，淘宝买的话会有异味，味道很重啊，不会烂，你看到吗？怎么会烂的？你看这么洞洞啊，这么宽。另外的话，也是旁边收卡，我可以跟旁边卡起来，有粘性啊，所以说更加的服帖，它不会去滑来滑去，哥哥嘛啊。
场外的朋友可以点一下看，车友都是用在我们弹幕上面。我们主上要关注可以走一走歌嘛，主播是个跑丢了不好找歌嘛，所以的话呢，关注走起来，免费关注走一走，好不好？关注主播没有主播带你上高速歌嘛，等高速的意义，大家点起来，来来哦，主播还是有才艺的哇，是吧？还要看就是敬请期待歌嘛。那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的座椅啊，美女哪里了是吧？美女在大美上了哥哥啊。感谢大家关注哥哥们，记得左上角免费的关注走一走啊！主播是个宝，就会不好找哥哥们，所以让我把这份缘分留住，好不好？主播每天在三点钟开播啊，三点钟同一时间同一点，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相遇。这一款车有做一个小小的加长的设计，所以我们这款车坐上来讲的话，这灵魂哥还是很 OK 的哥哥，大家可以看一下，灵魂哥还是很 OK 的啊，软硬适中啊。那你才告诉我帮你卖了，你才刚来，我怎么上你告诉啊？所以当你先把这坐好，好吧？我们人坐其实三个数，好不好？我会一直坐好。你才刚来，哥哥，这直播间可精彩了啊！那么就像这款车因为是入门版的，所以这款车型的话呢，咱这个座椅的话呢是手动调节啊，手动调节，但是不影响平时的话，车子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开，所以不影响。我们调节好座椅以后就不会动，对不对？所以场外朋友可以点进来啊。跟你说一下，我刚刚快递买的是牛肉干啊，主播要吃蛋白质啊，蛋白质牛肉干哥嘛。场外朋友可以点进来。那么这个酒店还是非常福利的，一会儿到带大家看我们这个是一个万般的这个后排的这个座椅哥嘛，后排座椅是很 OK 啊。继续，我在健身，对呀、啊，我在健身啊。所以的话呢，吃牛肉干啊，鸡胸肉啊，这种蛋白质又是蛋白又是碳水，对吧？实话实说，150嘛，你够不够用到底？嗯，哥哥啊，这辆是186马力啊，不是158马力啊，100啊，对，这180的是的，180够不够用？可以过来试试，再踩啊，哥，这个不你说算吗？我说行也不行啊，够了，试试啊。啊，外婆可以再看这个啊，够用可以打什么？上，再给大家看我们这个它这个油门看到没有？哎，它的油门的话，这边是刹车，旁边是油门，看到吗？两个是有金彩色，应该细节。你看这个脚垫包裹其实包裹好的底下，看到吗？是不是包裹很好？对啊，你是新手啊，新手带你试乘啊，新手带你试乘啊。如果说满是漆漆的，就可以带你试驾啊，好不好？行不行的话，大家自己说了算，直播说了不算啊。百胜道还说探岳30万现实13.98万全款分期，正在了解这在看出是吧？可以的，那可以跟主播的财富密码了，财富密码我给你细聊一下。这个韩大尔专门跟主播点关注，具体价格跟你这聊，金融的小助理再跟你聊。再来就是13.98，13.98的话全款分期都行，看你怎么买啊。咱们也有这个免息的分期，我们具体聊。因为在直播间里对点关注，我找你，我找你给你留言，你把这四位阿拉伯数告诉我，我跟你高手沟通一下。因为精准价格的话呢，在这里没法给你报，因为这同行也在德国的话，听到以后主播就会暴走了啊。来个这个，来个这个话呢，是作为抖音粉丝的，我们可以额外享受2000块钱哥嘛。打这个，来这个哥哥嘛，小来再给我买这个啊，清楚没？店在赣东美县城啊，主播这个主页有定位。来这个主播话呢，加的绿泡泡，我们对应详细价格。还有这个老板，你是在了解车子的话，你可以跟主播查密码啊。我加的绿泡泡，到时候把具体价格给你发过去，清楚没有？知道吗？因为直播间里面只能拿初步分享大概的这个框架，那去到细节小数点的价格，我们就可以去聊了，细聊了。因为两位开的大不同，所以的话咱购税也不同的，那就影响到我们最终的落地价格是不同，知道吗？好，场外朋友可以点这个嘛，有不知有哪这个主播的话，绿泡泡一点啊，直播间留一留。全州没关系的，加拿大都是可以对比全国的啊，真的是。难道说你在全州的个子跟我们对不对江西省的个子不一样吗？这一点都是国家而定的底格嘛，可以参考，有参考意义的，货比三家不吃亏。你拿着我的价格单去对比，那人家销售对你有没有诚意，有没有给你保障，一目了然清楚吗？别说什么都不懂，一单单往三四天里面跑，到时候顾问怎么说怎么试，那就尴尬了。场外的朋友可以领先看车哥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款车的这个屏幕是比较小的啊，这款屏幕来讲的话呢是支持我们手机导航投屏，哥们看到没有？所以的话呢，留个财富密码，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明细。要谈价格之后，还谈精品。刚刚跟主播说这条件一样的，对不对？信用都不打字了是吧？信用你在手上忙啥？感谢我老板送的这个，送的什么东西啊？送的小星星啊！哎呀哎呀，嗯，谢谢老板，送了6个小星星啊！主播想你6天，绿泡泡就给我留一留啊，哥哥啊！绿泡泡就留留，下播以后加这个绿泡泡，哥哥嘛啊！场外的朋友可以点击的看车啊，对的，没有破哪里破了？你看哪里破了？价格单的领取一份，因为价格单可以拿出去对比啊，别到时候什么信堆，你去跟销售问谈，谈不住所以来了的。你过去的话，人家销售一看，这就是没了解过行情的，到时候价格没有太多诚意的嘛。你只有了解过行情，你再跟他谈车笔记，他才会跟你打江湖，清楚吗？一看你就是行内人啊，给你老老实实的报价，对不对？讲实在的，并不是说所有销售都很真诚啊，也有一种玩小套路的。刚刚看到不了哪里啊？没有啊，你是在我们潜水的是吧？点进来给我们板凳坐好，咱别走啊，你别跑，丢了我不跟你找，我跟你讲。好，外部可以点进来，感谢我们这个老板的关注，给大家啊。那我们继续，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你店里谁偷的车啊？瑞老板，你偷的车没？你呗，你看都没把你搞定，肯定是你偷的车啊！对了嘛，又开始打江湖了。来哥嘛，场外我给你再看，这种继续啊。那卖的这款车的话呢，才是这个传统的物理按键，看到没有啊？第一个按钮的话呢是识别到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空调暖冷风的一个切换。第二个是风扇的大小，第三个是吹的角度，哥嘛。这上面有三个字母，哥们觉得什么意思？有没有知道的？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哈，我们家没有套路，我们家就有真诚，哥嘛。所以我们家这个拿出去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优势的啊。所以说，如果话今天拿来买车，拿来做对比。因为货比三家不吃亏，对不对？那比完以后你才知道谁家这价格有诚意，把然后去找谁买，但怎么买车的话才能拿到一个合适的价格，清楚吗？所以我看咱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这款11.4T 啊，13.98的它这个混款，所以它如果感兴趣这款车的可以点进来。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键启动，这个什么这个自动启停啊，这个什么电子手刹和自动驻车，去后排是吧？可以啊，那我们一会去后排，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前排去后排，哥哥啊。场外朋友可以点进来看车子，哥哥。咱们家的话呢是1720官方授权栏位的一个直播间啊，优惠是以后来到我们弹幕上面，您说是这里吗？对啊，咱们卖的这款车来讲的话，咱们这个价格政策是非常 OK 的。那同时的话，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方向盘是有平底的一个设计，看到吗？平底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呢，更加的运动，而且手长握的一个位置这边来讲的话呢，是这个你还送小星星啊，哥哥破费，哥哥真好啊！那今天怎么回事啊？哥哥有这么多大哥跟主播送礼物，谢谢
开心的爸爸把你推过来，把你推到我的身边啊。那我们继续啊，最重要的这个守护的位置，我问一下我们各位这个老板们，有没有知道这个爸爸们的车是不是有固定的？我怎么感觉每款车这个尺寸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握感很 OK 啊，手感很好。哎，这个位置来讲它是打孔，看没有？打孔防滑啊，防滑，这个液晶镀铬屏都是有的。这边是一个操作，这边是一个技术型号不一样，我怎么感觉都一样啊？我感觉握起来感觉都一样，这个你看这个样的，这么多这么多，没看到刹车喜鹊，你躺来给我直播间等你。